什么叫大木瓜？我跟大木瓜有什么关系？我的个，老早就看见你在底下说大木瓜。我虽然很爱吃木瓜的，但是我跟木瓜有什么关系呢？好像没什么关系吧，哈，兄弟们。呀，咱们的欣欣为什么还没有点到一千？往1500走一走。来，喜欢辣辣的，把你们的小手速发挥发挥，1000的这个欣欣点一点，然后把这个关注往一呀呀也往1000点一点啊，也往1000点一点，然后花花欣欣送送。想看舞蹈就来993，全网既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，左上角五星五秀嗨翻天的预约勾一勾啊 ，Thank you。来，可以投票了，宝宝们。想第一个看哪个舞呢？第一个是提线木偶，第二是初恋，第三个是我一个人。想看哪一个？来，准备截屏了哟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第三个。好的，那就先给你们跳第三个好了，可以收啊，可以收啊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扣扣你们有用的字啊，把什么星星花花的给大家点一点，喜欢拉的记得点点关注啊。电脑用户右下角直播室通知勾勾，手机用户左上角我头像旁边有个星星啊，可以点一下Thank you。 然后给你们先跳一个人，好像刚那个主播刚跳完啊，我刚本来想换曲的，没来得及换，给大家再跳一遍吧，啊，再跳一遍。哎，音乐呢？
感谢哥哥们送的花花，点的星星，星星点一点，为什么还没有到一千？哎呦，你们看拉这么辛苦给你们跳舞的份上，把你们星星点一点，手都疼一疼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把手一个手忙活就行了，另一个手给拉拉忙活忙活啊，给拉拉把什么关注啊、星星、花花都点一点啊，只需要一个手忙活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哎呦天哪，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是吗？厉害了我的哥。哎，好累啊，让我缓一缓。来，喜欢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，喜欢拉的点点关注，心心花花走走。Thank you。好热呀！感谢所有这个给拉点关注，然后送礼物的哥哥们，感谢你们。想看高跟鞋，我看。最后一个我给你们穿高跟鞋吧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个我给你们穿高跟鞋，我争取快点跳。来，紧接着下一个舞啊，提线木偶送给你们，然后喜欢拉点点关注啊 ，Thank you。你姐夫知道不？我没有姐夫，我没有姐，我们家我独生女。来，提线木偶送给你们啊，喜欢拉记得点点关注，把星星往1500走一走，谢谢哥哥们，星星点一点 ，Thank you。
友们把你们的关注心心点一点，关注马上要破千了，还差100个关注，咱们还有一个舞蹈的时间。宝宝们把你们的关注点一点啊，如果你们实在是没有信心了的话，我就原谅你们好不好？如果实在没有信心我就原谅你们，有的话就给拉点一点啊，然后这个有花花的也送一送，都是免费的好不好，给拉点一点。 Thank you。 哎呀，我休息一下休息一下，给你们留2分钟再跳一个舞啊。真心要不要掏出来我看看，宝宝不喝水吗？喝，你不提醒我都忘了。好的，高跟鞋一定穿，让我先缓口气，好热。直播喝水，关注关注破万是吗？欢迎咱们家雨墨啊，欢迎所有走进993的宝宝们，欢迎你们走进拉啊，不，这个993啊，然后喜欢拉的记得点点关注啊。声音不好听，声音鼻音比较重。然后喜欢拉记得点点关注啊，关注马上就要破千了，帮拉点一点，星星也点一点，然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再给你们跳个舞。说跳就跳，拉拉的直播间是吧？差点说错了嘛，真是的，不能原谅一下我，我们跳个舞啊。辽宁口音，我老家是辽宁的，我只不过现在生活在宁夏啊，生活在宁夏。来，这个关注点一点，给我们再跳一个舞蹈哟。喜欢拉拉的关注点一点。哎呀。Let's go.